昨天买了个沙漠之鹰的积木，组装完超帅。今天我要把它变成 AUG 机动步枪。话不多说，开稿。我天，半成品好丑啊！AUG 突击步枪的模样已经出来了，看着还是很丑啊，不得不说细节做得太好了，零件之间的对接毫无阻力，枪头装上，感觉这不就来了吗？沙漠之鹰转成 AUG 突击步枪，设计师也是个天才呀，这不会是瞄准镜吧？举起手来，不许动，再动我开枪了。搞定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谁研究的呀，这么好看。不过有一点可惜了，不能发射，只有在沙漠之鹰的状态下才可以发射。终于明白你们为什么让我把它变成 AUG 步枪了，果然好帅呀。不是吧，组装完这还剩这么多零件。对了，第三种形态 AWM 步枪有没有人想看呀？想看的扣个六。好了，等你们的好消息，明天见。